欢迎收看《综艺大哥大》。Yes。哎呦、oh、啊！哎呦，哎，今天哥，我这个造型你们觉得啊？哎呦，哎呦，哇，叮咚不坏的。人呐、啊，就是要日新又新啊，没错，对，要求新求变。哎呀，在原地踏步啊，那就是已经出局了。啊，对嘛，这我哎呀，哎呦，我是公主。就是比较大一点啊，一直往下掉，小人慌必有祸。哎，这个一忙一乱呢，就忘了戴自己的眼镜。哎呦，年纪大人就是会常常会哎会忘记，这个就是一个警讯啊。最可怕的是就是上完厕所忘了拉拉链，经常这样，而且白衬衣的脚还跑出来，这个就危险。但是这个还有救，吃药还来得及。哎呀，最怕就是去上厕所忘了拉拉链就小便，这个就麻烦。你举个还有什么例子？比方说啊，经常在找眼镜的时候，哎，我的眼镜到哪去了？哎，结果呢？结果呢？在自己的头顶上。你这个就没有我这个可怕啊！你这个也可怕吗？我是加油站以后说，是酒吧无铅加满，发现。车子没有开去，车都是新航的，新航的，真是的。今天我们要开始介绍我们的来宾了。哇，现在来宾来上我们节目，个个精神抖擞。哎呦，而且早上是故意忘记吃饭。哎呦，因为我们的菜好吃，对，有目标而来的。对，好，第一位介绍的是现在的一位美女啊，哦，又有了新的头衔，佩珍小姐。哎呦，前面讲你在那边是不是一直笑？对啊，还是你们也会有这样子的情形？会啊，女生也会有，我也会有啊。比方我就是因为每次去，如果要跟男生约会的时候，就要想要搭整套的内衣啊，对，就换来换去。后来有一次出去，就真的内裤忘了穿。要不然就是手上一手拿着钱，然后一手拿着垃圾，走到垃圾桶就把钱丢到垃圾桶。听说他有一个新的封号啊，对对对，叫什么？我们男生不太好意思，哎呦，叫做暴乳女王啊，哎呦，新的暴乳女王，有哎有哎有哎，真的没有很暴，真的没有很暴，有，你应该把外面那件脱下来就很暴。今天来我们节目哈，要费尽心思才能吃到我们这个民族的料理，没错，先请休息一下，谢谢。哎呦，再来介绍这一位你比较熟了。哎，这位我就很熟了，他从出道一直在走红了，其实我们都是眼睁睁看他慢慢成长。哎，模仿的技术也是一流了。好，我们欢迎我们小林志玲冯元征。真的蛮漂亮的，真的很漂亮。因为我们常常看到你跟洪都拉斯他们坐在一起，是是是，就坐在那边就看不出来。哎，靠近你，靠近你，哎，对的，要靠近。习惯跟洪哥在一起。哎，不行不行不行，人总是要提升，对，要提升。跟大家问候一下，来，大家好，我是冯元征。就是在你们节目专门模仿林志玲的，对对对。他自从模仿了林志玲之后呢，他幸运大开，接了很多工地秀啊、广告啦，甚至还拍戏啊。那好好努力加油，好不好？今天啊，发挥一下，看你的智慧怎么样啊，好不好？先休息一下，谢谢，谢谢冯元征。好，再一位特别来宾，今天我们其他人要特别小心，为什么？因为他这个反应在我们圈内是一级棒，所以像今天他看什么，谁表演什么，他会猜得比人家快。对，你们两个不要紧顾的聊天，我就告诉你。不好意思啊，飞哥，我们想聊天，你们要注意的。好，刚刚你们在聊什么？我们在聊说，待会要出来的这一位是我们要看齐的魏大姐姐，姚黛玮小姐。
不要这样子。你这种味道是飞哥最无法抗拒。不过刚刚佩珍哦讲了很多很多的名号，我也有。哎，对，他的头衔呢？头衔很可怕的，大家注意听好，要作文哦，各位同学，现场大家都站稳哦。好，来来来，资深硬底子常青实力派青手女之国民美少妇。这是一个活动的。来一位才子了，他的歌声每一次一唱，都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好听。还是个才子，哎，男生的歌声一唱，让我觉得好听的不多了，真的不多，真的不多。哦，这一位是旅美的一位才子，我们欢迎杨春伟先生。拍摄我给你整一下，干啥？哎，没别的，真好，真爽嘞！题目是不灵样的哦。多谢多谢 ，Hello， 几个给你几个 ，Hello，I love you。哎耶！其实任何女孩子在他身边都不错，是是是。哎，你怎么是？你怎么是？哎，这个人有点色眯眯。有一个男生，我们今天也要介绍一下。对对对，这个男生是百搭王子。哦呦，谁站在他旁边啊？哇，都很大。那个女生就加分，她的块头，她的气质，是是是，服装的打扮，哎，不得不是开玩笑。真的真的，来欢迎一下荣翔先生。哇塞！你猜猜我是谁？你看左拥右抱，第一次看他就穿这种打扮。是是，今天我们荣翔大哥为什么不敢当？对啊，穿的这么慎重来我们家。哎呀，我跟你讲，这个要跟这个各位观众还有飞哥报告一下。哎呦，又要结婚了？不是，过了。什么时候又要结婚？结过了。这个因为这个在前几集哈，看到贵节目有一些改变。哎呀，哎呦，哎，你是有新人喽？哎，是开始做吃的。对啊，想必大家已经知道，本人已经是饮食界的大亨。今天真的是算是来交朋友。对，哎呦，对不对？因为我跟你讲，我很多厨师的朋友，哎，圆山的、凯越的、远气的，快过来。我今天是找到内行的，没错，不敢说内行，只是说做不好的话，我也就哎呦，就那么回事儿啊。哎呦，所以今天我们的厨师是要小心的。那今天要好好的这个鉴赏一下。对，你大概。也只能闻到香味了。好，掌声给我们啊！谢谢大家。所以说，你看观众的表演啊，也越来越要精彩，对不对？是。可是我们这个厨师这边开始也要竞争了，在这边先为这几位朋友大家来介绍今天的名厨。哇！名厨料理。曾经荣获2003年蓝带主厨的阿宝师傅，坚持给食客最完美的料理是他的最高原则。留法多年的美女主厨 Maggie 让法式料理成功的在台湾立足，让人赞不绝口啊！即使是顶着一颗大光头，让人炸舌的特技厨艺，永远是廖英红主厨吸引人的原因哦。拥有一流的刀工与俊俏的外表，让吕正轩主厨在铁板烧界的名声响当当了。精通日式料理的李明德主厨，讲究精致的料理方式，让台菜变得更吸引挑嘴的饕客。
在场的艺人朋友们，只要猜对接下来的表演是什么，就可以尝到现场料理，活跳美味的大师料理。记住喽，猜对了才有的吃哦。好了，校园 Superstar， 红星校一下。哇！今天啊，先介绍我们第一位厨师，也就是 Maggie 小姐，是是是，要给我们带来的香煎松露肥干。哦，鹅肝配上鱼子酱是西式料理的贵族，鸭肝配上松露更是法式料理中的顶级享受，味道鲜美而不肥腻，只要一口就能让人心脾开怀呀！让我们一起来欢迎第一组表演的两位，那是魏于倩、黄建豪同学，欢迎。两个是男的俊男也是女的美呀、啊。魏于倩今年才19岁，这两位以他们的穿着，大家可以开始来猜一下了。哎，他们今天可能要做什么表演？请开始发问。19岁的女生是你劈腿，然后男生下腰，好不好？你下腰，然后女生劈腿。那他你不会，对呀、啊，万一他不会，强人所难嘛。对对对对，那你不会，你穿得像李唐华是怎样？我也是学啊，好像要翻跟斗的感觉。同学要讲话，有别的技能不一定是要翻跟斗那些的，听到没有？别的技能，这个表演是这个一定要两个人一起的吗？哦，这就对了，是一定要的还是不一定？还是不一定？有的时候也可以一个人的，没有关系。有时候也可以一个人，那就知道可以往那方面想啦。我可不可以去摸摸他们啊？可以可以。但是不要摸到敏感的地方，不会，看到有没有什么 muscle 是不是？可以啊，来，但是轻一点哈。好，来，对。对不起。看一下小腿吗？可以吗？结婚是 OK， 结婚是7年才会发痒，对对。现在就要来摸一下小腿，一摸就知道了。发现到一些破定，已经知道了。破定。就是我发觉到，你看感觉好像是这种特技的，有没有？哎呀，绝杀！怎么样？那是误导。对，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你一摸，它一定要很壮，要很结实，才会。因为要常常特技，你看那个完全是软的，软的就知道这个是装的。啊！可是你一摸下肢呢？下肢怎么样？下肢就非常的结实。哎，两个都一样吗？对，两个都一样。我特别摸两个，现在已经提。那你到下面去把你的答案告诉我们。等于提供了大家一个参考方向。你们两个练了多久了？嗯。22个月，怎么会用这样形容？一年又多少？11个月，差不多。差不多哈。差不多。哎，没有人有答案呐。会花很多体力吗？看个人呢，一个人的体。不一定，看练习状况，有时候。对，飞哥，我看，我想 Debbie 跟我已经有一个想法了。好，好 ，Lady First， 啊，请。下肢粗壮是不是粗壮？也变粗壮，比较结实，比较结实。结实练22个月，上肢没肉。然后有时候要看体能。对，举重选手。哇！飞哥，我说错了，谁？你错了。我刚才跟他的答案完全不一样。怎么会差那么多？举重选手上肢要很发达哎。知道。小杨有话问。他一定是跳舞者。舞者，对，我一直在看他那个脚，我一直在看他那个脚，一定是舞者。可是我们要讲哪一种？当然哪一种是很接近的，好，讲是一种民俗的，应该是一般大众都会跳的舞。我知道是男生跳蚌壳舞，是不是吗？蚌壳舞不是那么的美。哎哎哎！我当兵的哦，什么东西还蚌壳舞嘞？我老少配。要不然就直接猜了，应该就是国际标准舞了。哎呦，为什么？为什么？我跟你讲，因为他那个太结实了。如果是你，如果是那种杂耍，他一定上下都是很壮的那种。而且他在那个国际标准都是这样，而且他的那个头发太重要了。真的吗？就是那个头发。国际标准是不是已经答对了？对，答对了。恭喜恭喜！真的不简单，对，他一摸他是有他道理的。好，我们现在请 Maggie 上菜。有肥子啊，这是要给我们行家吃的哦。对，这是他们店的招牌。餐饮界巨子果然不差。那我们要看看他怎么样来品尝这一道美食。哇，
呦！哦，看戏哦。龙董，哇，恭喜啊，龙董！哎呦，这位小偷啊，马亚，这位小偷，对，这小偷的行为。哎，龙大哥，请问一下，龙翔，用这一道菜换我们的月轩，玉轩，玉轩怎么样？要换，要换不换？一个香吻好不好？哎，人已经结婚了，不要乱勾引你。谢谢谢谢，来，哇，美食当前呢，哇，松露享受着这一道菜，啊，你把形容真的很好吃，不要忘记那个松露，那个黑的那个，哎，对对，那个才是松露，松露是黑的，我想把这个弄在这个这样子会不会 balance？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样才能吃 ，OK OK OK， 哦，救命啊，好大块哦，松露好好吃，哇，你这三片松露大概要多少钱？很难算的，要称一下，对不对？要称重，对不对？怎么有马蹄的声音啊？形容一下，好可爱。How can I say？ 我该怎么说 ？Very very very small， 非常鹅肝跟鹅肝可以取代还是更好？鹅肝的油含油量比较高，而鸭肝油少一点，所以用煎的话，鸭肝可能不会缩水缩的太严重，所以很适合用来做煎。那像他这种吃法，只拿肝不吃那个面包，是不是很土啊？对，应该一起吃，一起吃才好吃。对，没挨第二口 ，Of course， 第二口。你笨哦。这个他那个，哦，好脆哦。哦，大家会吃到唱歌剧了。国际标准舞这么好猜？对呀，你们猜不到，猜不到。哎呦，气哦。哎呀，龙翔慢慢欣赏。哎呦，我们看一看观众朋友给我们带来这段国标的表演。不论是古装还是国标武艺，穿在魏于倩和黄建豪的身上都会让人眼睛发亮，他们的表演会让人血脉奔张吧？一起来欣赏吧。
刚才中间一直在问说他们两个是不是就是刚才那个半颗金唐装那两位？对，刚刚有注意到。我跟你讲，通常他们这种跳舞的他们这一对一定会成为一对，因为他们刚刚那个眼神哦，那个电就这样子传来传去，感一定他们两个一定会是一对，而且还可以摸来摸去。我们跳国标舞本身，如果你眼神不够好，不够有投入感情的话，那味道就不会出来。哎，他们是为了表演，知道吗？现在练一下那个眼神，然后对着飞哥把那个刚刚的那个野性完全丢给他，好不好？你再跟他跳一下。撕掉，不会把人家撕掉。不是，你们刚刚在看飞哥跟他跳，其实我在看黄同学，是不是？他一脸尴尬，哎呀，所以我们这样就好像不好意思。对呀，那我们佩珍，来佩珍，跟我们黄同学跳一下，可以脱的吗？哎，没，里面只有内衣，也不太好。脱了，打开就好。不行，太脱一颗，所以我现在要跟黄同学来看看。好，我们。佩珍也是个女王，佩珍眼神，眼神眼神，耶耶！哇 ！OK， 佩珍，你那表情是那个隐形眼镜掉了，已经找不到了，掉眼镜，已经呆掉了。我想要那种就是散发那个。眼神，可是因为他的缝也很小，你知道吗？我越看他就你要跟他学一学的。比如说我现在，正面呢，哎，正面可能不会这样，啊，不能这样，对，哦，不能眯眼。哦，哇塞，你看到没有？哦，我知道，我有学到，我有学到，而且还要配合嘴巴的动作，还有嘴巴。飞哥，我要注意，最厉害。飞哥，我可以练习一下吗？好，飞哥练习一下，来来来。对，因为你叫我跟他练，吃飞哥了，对不对？哎，邓来了，叫我跟他练，我宁愿闭。哎，邓来了，飞哥很重要，我有学到啦，你让我打。好啦，好辛苦。对，很精彩，非常谢谢我们两位。接下来这一道菜。这个名字就很好听了哦，海陆双闯鸿门宴。哎呦，一个是深海中的瑰宝，一个是原野上的至尊，色泽透亮的明太子配上爽口滑嫩的菲力牛肉片，绝对让您的味蕾有最高愉悦的享受。接下来今天要表演的两位同学介绍一下。好，赖玉成以及我们许博豪。欢迎。哎呦，是现役军人是不可以参加游行的嘛？对啊，你们有请公假吗？对啊，你看看打扮上像是军人，军人以直觉的反应来判断。我觉得他们要今天做什么表演？直接猜了，超枪，超枪啊，或者是藏鱼社的那个一对。因为白色那个真的很像啊，很飞行啊，军的军官的意思。但是我想问他们两个在一起多久了？请问两个人在一起多久了？在一起嘛，对啊，同吧，对啊，两年了，我知道。啊，军官与绅士之断背山，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断背山。那请问一下，断背山他们怎么表演？怎么表演？表演肢体动作吗？啊，我知道，就是那种猛男秀，有没有？像猛男秀，猛男秀对不对？穿军服然后穿上喇叭嗨，不是。错了啦，他们是说不是的。好，我本来想先摸一下胸肌再说。哎呦，可以，就是摸真的军人对吧？但是摸要有方法，练球的。那不是摸，那叫捏。对啊，摸胸肌是 OK 的。看，在，勇气十足。这两位军官与绅士竟是冒牌货，佩珍说他们胸膛满满，大家觉得他们是不是军人呢？看起来又像是做什么表演的呢？军人会有这种发型吗？待会儿解答喽。哎呦，让所有人吓到闹尾海，让所有人害怕到头皮发麻，最让人神经紧绷的精彩表演马上登场。这是大法师里面的桥段呢，飞哥。我每次看这个头都会痛，真的。综艺大哥大 Part Two。先摸一下
胸肌再说。哎呦，现在你可以摸呀，就是摸真的军人对吧？但是摸要有方法，就很轻。我跟你讲，那不是摸，你在叫捏。对啊，哎呦，摸胸肌是 OK 的。看仔仔，勇气十足。嘿，把酒壶，把酒壶。哎呦，很满呢，真的很满。这样就叫做满了。对，那你是没看过满。来来来来。哇！我小时候家人真的叫我阿满了。飞哥除了满之外，他还又集中又脱高哎。哎呦，你都穿哪一家的？飞哥。好，杨成伟啊，开始发问。我想，他们一定是真的军人，因为一般的先生，像黄先生，我们都站着站，我们的 pass 照片要看。你看这位先生就站得不一样。好饿。有道理哦，有啊，一定是 marching band 吧，军人的军乐，对，军乐，军乐，军乐的表演，真的吗？是吗？不是，那只是灭亡的。我们知道他们怎么可能给一点暗示，给一点暗示，这很简单嘛。他们两个要有相当好的默契。默契，伏地挺身可以让我们看一下三下吗？那当然可以，对不对？伏地挺身，预备，嘿，一下，二下，一，二，一，哦，这个是这样，体力很差，对对对，他已经穿帮了，已经穿帮了，体力很差，三下就在发抖，让我问一下好不好？你问一下，你问一下，弄得我都忘了要问谁。我们两个非常需要有默契，对不对？对，当然。哎，我想应该是双簧吧。双簧，哦呀，错，但是很接近的，开始。来，什么？什么？来，什么？什么？那说相声，说相声，对。哎呦，小林子，林子，林子，被他答对。哎呀，是相声了，太过分了，是相声。好，由我们冯元贞呢，可以独享这一顿海陆双闯鸿门宴，请上菜。我们师傅都是在这个铁板上面料理，对，啊，那今天因为铁板搬不过来，用平底锅来代替。哦，你看啊，哎呦，这个肉，哎呦，只有一面熟哎，哦，里面是什么啊？哇，看起来好吃哦，五分熟牛排。哦，牛肉卷，还有干贝哎，啊，真的快昏倒了，来这边，真的快昏倒了。请自制，好，太香了啦！没有，我觉得最兴奋是那么帅的厨师帮我煮的。对，哎呦，冯元贞，你的运气真的不错，真的是来尝尝看，用表情说话。一口吃了，一口没关系，一口肉，一口肉，哎呦，我本来以为会有腥味，感觉好好吃哦。哦。而且他很过分，然后尖叫声也太高了吧？对呀，很像坐云霄飞车哎！啊，吃下去了？怎么有这么用吞的？而且你有咬吗？你是假牙吗？不要咬，那个肉会化开。哎呦！哎呦！入口即化。那我再吃干贝。多少人要心碎啊？这一口下去。表情说话，来来来。整全身在发抖哎，好吃，好饿我，因为那个酱汁怎么样？因为满满的都是酱汁的味道，而且没有腥味，真的会弹牙，真的好甜。它很真，大家现在大家保持安静，再吃一定就知道了。看看它的哦，哇！你要嫁给这个师傅吗？哎呦，真点头哎！有，哎呦，好辛苦。好，那我们冯小姐慢慢享用。好，谢谢。惨叫声不要太大，就是。好，欢迎我们这位同学的表演啊！大家好，我
我是台大说唱艺术社的赖玉成。哦，我是许博豪。根据我的观察，这个相声啊，大家都喜欢听，因为啊，大家都听得懂。有人说啊，这相声社的社员啊，都带给人家发笑，是个笑星啊。哦，真的吗？对啊，我告诉你啊，进来我们说唱艺术社，首先就要研究笑。那你对笑有什么研究呢？这么跟你说吧，这个笑啊，它有职业的特点。哦，不同的职业笑出来这个意思不太一样。真的吗？那你学学我妈妈怎么笑。哦，你妈妈是做什么工作的呀？哦，她是家庭主妇。哦，那你妈妈笑出来这个样子，哎呦，我说赖太太你在笑什么啦？许太太你在笑什么啦？你都不知道哦，最近我用的那个胶原蛋白，整个人都神清气爽起来了。现在发现了他的鱼尾纹啊，据说吼用了他的胶原蛋白以后吼，连那个双眼皮都不见了啦。哎呀，这么惨呢？不是吗？连我们家那个西碰都哎，到时候变年轻了啦。你看这家庭主妇的笑啊，含蓄又热情。是啊。你来学学我姐姐怎么笑如何？你姐姐啊，你姐姐做什么工作的？百货公司的营业员。哦，百货公司里面卖东西的。是。那你姐姐笑出来这个样子，哟，先生你来啦。我来了。你今天准备买些什么东西啊？我想买件衬衫。哦，那你要花一点的还是素一点的？你看我这个样子。看看你这样子，来，这件合适，买不买都没关系，欢迎你到里头试试。这多少钱呢？不贵，才1250。哦，好，那我这边刚好给你了。谢谢你了。还看点别的东西吗？不用了。不给你妈买件衣服。下次吧。那你走好。欢迎你常来。谢谢。你看这营业员的微笑服务。你来学学我舅舅怎么笑吧。你舅舅啊？对。你舅舅做什么工作的？火葬场的。火化工人啊。是火化工人。我说让你舅舅换换工作行不行啊？不行啊，他已经做了30几年了，不打算换工作了。你舅舅要笑，那你舅舅笑出来这个样子。是。先生啊，我说你也别太难过了。是。这许博豪啊，在世的时候你也算对得起他。你要完成他的遗愿，把他的灵魂考卷收起来烧掉，这样他就瞑目了。是怎样？我舅舅这就要烧我了？你看这态度怎么样啊？你态度再好，我也不死。因为你舅舅工作的关系啊，只能对他的服务对象做出这种强笑来。是啊。再学学我妹妹的笑怎么样？你妹妹啊？哎呀，许博豪他们家就数他妹妹笑得最好了。为什么呢？正在谈恋爱啊。是啊，他正在热恋当中啊。这谈恋爱这个笑有一个特点啊，特别是那个谈恋爱的女孩子笑出来，那是甜甜的，蜜蜜的，是，还带着点酸酸的。对，她从心里往出高兴，不笑憋不住，一下还有点害羞。那你就在大家面前来学学我妹妹怎么笑吧。学学你妹妹谈恋爱的笑。是啊，就是那个意思，你看看像不像啊？哟，你怎么现在才来呀？有约人呢，我都等你半天了，再不来我要走。你要走啊？你看我这发型好不好看？喜不喜欢嘛？说话啊。瞧你那傻样。够了。看来这笑啊还真有很多。是不是都不一样？是不一样。不过你若把这几种笑掺和在一起，您觉得怎样啊？掺和？怎么掺和啊？你就让我姐姐，她学我妹妹的那种谈恋爱的微笑，搞微笑服务。你说让那个百货公司的营业员对顾客笑起来跟谈恋爱一样啊？是啊，那非把顾客吓跑了。你多甜蜜，多热情啊！你说可以啊？那咱们两个示范给大家看看。好啊。比方说我是那个百货公司的营业员。那我就是那个来买东西的顾客。小姐啊，我要件衬衫。哟，你怎么现在才来啊？还定时啊？我都等你半天了。等我干嘛？再不来我要走了。好，你走到别家买去了。等一下，看我这发型好不好看？不卖衣服不关这事的。喜不喜欢嘛？没关系啊。小声点，小声点。干嘛小声点啊？这么多人，会害羞啊。我缺你了吧？
什么跟什么？你说这样子可以吗？嗯，似乎不行啊。啊，不行嘛。要不然你就让我舅舅学学我姐姐那种微笑服务。哦，你说让那个火化工人做微笑服务？哎，是啊。哎呦，那非把顾客给气跑了，态度多好啊！你说可以啊？那咱们再来试试给大家看。好，试一试啊。比方说我是那个火化工人，哦，那我就是那个死难者家属，我做微笑服务。哟，先生，你来了。来了。你今天准备烧几个呀？烧几个？你看看你在哪个炉子里躺合适？我躺哪都不合适。哎呀，烧不烧都没关系，欢迎你躺里头试试。不是，我要走了。你走啊？欢迎你常来。我谢你了吧？好。哎，蛮有意思，蛮有意思。哇，这个两个人是台大电机系的。哎呦，台湾大学电机系，还有一个政治系。政治系的。哎呦。这么硬邦邦的科系，其实他们还是很注重这个平常其他的艺文的这个，是啊，是啊，是啊，我们喜欢把欢乐带给大家，没错，还可以来一些法国童谣，是的，来来来，清唱，我们乐队跟一跟童谣，来来，哎，童谣，哎，那就唱一首《两只老虎》的法文版，哎呦，这是法文版哦。Frère Jacques, frère Jacques, dormez-vous, dormez-vous. Sonnez les matines, sonnez les matines, ding dong, ding dong. 蛮有意思，两位这个搭档真的是不错。对，今天的表演蛮有意思啊，非常谢谢二位到我们节目来啊，谢谢。我刚才讲就很少人听过，哎呦，香瓶拔丝儿，哎呦，这是一道经典的甜品，丝丝入口的麦芽糖丝包裹着新鲜的苹果，酸中带甜，甜中带脆，哎呀，是最适合热恋情侣共享的甜点哦。现在欢迎来接下来要表演的我们几位朋友啊，来，外国朋友，外国朋友，谢谢 ，Welcome my friend。Nice to meet you. Hey, yeah. Hi, hello. Hi. Hi. Wow. What's your name? Dmitry. Vi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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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this charming lady, your name? Guln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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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Mr. St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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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s.请开始猜，我们这三位啊，他们是表演特技，好，我们现在开始可以开放用英文或者俄语啊，对，来开始发，请全部用俄语，好不好 ？How long you've been in this business? How long? How long? How long? 多久 ？10 years. Ten years. 10年哦。那我想要问那个 Stas， 就 How come you're wearing lipsticks?为什么你有口红 do you like to wear lipstick? They both wear. You usually in your life you always wear. Yeah. You know, after 10 years, it's so easy for me. 习惯了十年都要涂。十年来一贯一次都这样子的。说用问比较尖锐，比较尖锐一点。Thank you. You are never interested in any woman or girl. 这可以问啊，可以问得出来的。对对对对。But you have right to answer or not. No, I have interest in for women, and I'm married. Is she your wife? So the second question. Yes. Second question. She your wife? Goliath your wife? Congratulations. Yeah. Dima, can you? 我的劈腿喜欢他够了。Can you spread your leg and like spread out your body? Do some stretch? Can you? 他的意思是说他是不是可以劈腿？劈腿的柔软的。Split. Do a split. Split. Can you? Ow. Oh.Good answer， 对对对，我觉得他们是那个有一种特技里面的那种三人组的，然后他是在最底下，他在中间，他在上面这样子。这三个人可以做很多表演呢，叠罗汉、小丑秀、驯兽大师，反正不管是什么，有好看的表演是一定的啦。哟，好看又好吃的甜点哪里找？综艺大哥大除了要让您看到好吃的甜点，还要教您怎么做哦。
看完问说，他们的表演需不需要道具啊？对对对对对，用什么 ？Do you need props? Yes. Props Do you need any when you perform? Yes. 好，我知道。好，美少妇。那个什么？美少妇？不是什么？什么？就是那个箱子有没有？然后呢，这个男生要把这两个人折在箱子里面那样子。软骨推。对对对。软骨推怎么讲？Are you a magician?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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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是你们特技特技。Juggling, 我猜 juggling 是大家一起，然后 all together juggling 什麼是 juggling? 那个球就是那个杂耍 yes shake hand 握手 thank you so much oh yeah if you have the other chance do you want to marry this woman yes this 暴乳女王Dino, how about you? You want to marry me? No. Goodbye. 我跟你讲，哎呀，换你啊！哎，不容易被打枪两次。没关系，我有杨丞琳。这边是当坐台的是吧？请你放庄重一点，请上菜。哇！提姆巴斯，恭喜我们的佩珍。大家看清楚，什么叫香瓶拉丝儿？把它放下去。那是苹果球啊！哎呦，哇！裹上糖浆，各位看看什么叫拉丝哈？哎，拉，好像棉花糖的味道哎。哦，哦，这个丝是不是要出来？完了，不是，哇，真的是闻得到香味耶！有，好像棉花糖哦，香哦。然后沾在水里面，对，不然它就会粘在一起，要赶快弄。哦，哇，好多丝哦！然后一沾水，那个丝就硬掉了，对，然后就脆脆的，就变脆的。哦，哇，所以这个手脚要快了。哦，所以这就叫拔丝哦。它很其实很像那种，就是糖葫芦，以前的冰糖葫芦是这种。你要赶快把它凉，就是非常有噱头。对对对对对，它的麦芽糖啊。就你把那个东西沾了麦芽糖以后，就很烫，对。但是你一放在水里面，它不但变凉，而且变脆，哎，真的很冻这样子。哇！哎呦，没想到佩珍，佩珍啊！哎呦，这么厉害，你看看，哇！亮晶晶的丝，有没有？哎呦，你看拔丝已经比那个线还细耶，哇，对。然后裹的那个糖啊，完全就是晶莹剔透的感觉。哎呦，看不出来是苹果。表情说话，来来来来来，哎呦，加，小心小心，看得出来，非常的脆又好吃。哎呦哎呦，小心麦克风啊，很贵啊。嘴巴还有两根胡子，哎呦，哎呦，哎，杨丞琳也吃了一点，哇哦，哇哦，哇哦，皮脆筋润，真好嚼，而且苹果的香味跟那个糖的香味完全融合在一起，好幸福哦，皮好脆，而且那个丝啊，真的丝丝入口，哎呦，好甜啊，等一下看里面，你看，哎呦。就是有点软掉的苹果，你看它入口即化，然后外面的糖衣，哇，好脆！哇，刚好被打一拳的感觉。都不知道，对对对，您慢慢的享用。哎，现在来欣赏我们这一来自俄罗斯朋友的手上的 juggling。哇！好快啊！
常便饭。哦，大概有十个意思吧。哎呦，哎呦，两个。真的是非常精彩。其实他们的团体不止他们三个。哦。So this time you come to Taiwan and in your performance, how many person in your group? More than 50. 超过50个人呢。哇塞！所以今天他们表演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哎，哎，可就让我们叹为观止了。对啊，叹为观止这个话，我们一定要翻译一下。哎，对对对对，杨成伟先生，叹为观止 ，breathtaking， awesome， breathtaking， 啊，很难呼吸的感觉。哎呀，好 ，Thank you， 掌声给他们鼓励，谢谢。这一道菜叫做樱花虾炒饭。哇，一斤10万元的冠军米吃起来会是什么味道？东港的樱花虾究竟有什么样独特的魅力？高贵不贵的樱花虾炒饭，只要一口，保证让你毕生难忘。我们请我们参加表演的两位同学出场。我们欢迎吴梦莹、吴欣莹，欢迎。今天是好像要我们表演结婚，这对情人实在太合适了，可以说是天生一对，地造一双。是，今天你们携手踏入了礼堂，对，希望你们要负起一份家庭在社会上的责任。是，祝福你们白头偕老，永浴爱河。恭喜恭喜！哎，飞哥，你们的表演已经完毕。17岁。哎呦，而且名字只差一个字，好像双胞胎哦。你们是兄妹的姐弟，对，好香啊，樱花香。说什么？樱花香的香味。我已经不想主持节目了。他是吴梦莹的，对，两个人都17岁，吴欣莹，对。好，哎，如果说是兄妹的话，也不可能，双胞胎吗？龙凤胎啊，龙凤胎吗？是吗？对。猜你的吗？我们要猜他们是表演双吗？好了，哎，两个小朋友，不要吵了，赶快，你们俩干嘛的？很凶吗？就翻脸了，你合作多久了？9年。我问你们会有心电感应吗？哎，偶尔会有啊。哎，应该今天是表演特异功能，对不对？读心术。读心术？不是。等一下，飞哥。你在猜什么？是我们这边要是你不能为了樱花炒饭，你自己跳出来再猜啊！不是，没错，有明文规定，如果来宾都没猜对，对，我不行，不行，那我们要猜。而且看两个需要有默契吗？对，要不要默契？是不是要默契？一定要。你们可以问他们有没有得过奖？有没有得过奖？嗯，有得过。好，得过什么样的什么杯？中正杯还有总统杯。中正杯游泳。哈哈哈哈哈！开了之后，自己的脸都想笑。放在那边。啊，
看飞哥能不能唱得到？我跟你讲，姚大伟是这一题他一定想猜，我一定要猜，他已经二婚了，好不好？抢音。Debbie 姐，Debbie 姐，你们两个是体育项目吗？算是，对，是用手还是用脚？哦，这个重要。我要猜了，我要猜了，赶快。都用得到。我要猜了，都用得到。我先。小狗。你们两个是什么？表演什么？双人组，然后是打打什么？打什么？打乒乓。打乒乓。我先讲，我先讲。桌球吗？这你看，飞哥又回来了，可以该我了。猜啊，让他这么久的继续哦，开始了。龙翔，这个女生不太一样，但是我很想讲说，你们是不是猜？你们是要摸摸脚吗？摸小腿，体操吧，双人体操，韵律体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那个妹妹。杨丞琳，中文不知道怎么讲，就是有一个玩具，就是电脑，然后有一个 Dance Revolution 就跳舞机，跳舞机，跳舞机有总统杯哦，跳舞机，跳舞机没有总统杯，其实已经很接近了，很接近的，真的吗？跳是对的，我知道，哎，总统杯跳绳，双人跳绳，跳绳，跳绳，没有，不是，跳什么跳？跳高，跳远，错，跳远不对，好，我们再给他们一个提示好了，提示提示，哦，霹雳舞。什么黑怕？对不对？对对对，动作差不多是这样。动呢？动作，然后要放大十倍。Disco，放大十倍。哎，这个动作放大十倍，这是什么提示啊？大家看到飞哥这个动作，会知道他们要表演什么吗？先放慢，再放大看看。嘿嘿，大家有答案了没？哇，让所有人惊个落尾海，让所有人害怕到头皮发麻。让人神经紧绷的精彩表演，马上来！这是大法师里面的桥段呢，飞哥。没有，我每次看这个头都会痛。真的吗？综艺大哥大 Part Three。我跟你讲，脚要离地哦，是跟跳有关系，但是不叫做跳什么？对，疯了，疯子，什么？跳什么？然后脚要离地，脚要离地，对不对？那个动作是对吧？好难哦！女生根本看不出来像会体育的样子嘛，对不对？瘦弱的。那你们后来参加那个杯得到什么名字？得到冠军。哎呦，冠军选手杯，这么简单的总统杯。哎呀，要不要换衣服？先换一下衣服。对，我想看这个女生穿这样踢毽子哎。对。好，我们请上菜。耶！荧光下炒饭。这道题目刚刚忘了告诉你们，哎，不管谁猜对，大家都有。有，好香啊！导播也送了一份上去啊，好不好？脚要离地，还炒一点蛋，然后香，最后再加一花虾。主猜对的人要先吃，先吃好不好？配什么？好，大家亮晶晶的，哎呦，就是汤，哎，再来一碗汤汁过来，还有没有汤匙啊？哦，你们看这味道，好香哦！真的，你看这个，哎，真的纯正我们东港的樱花虾，对不对？好香哦！现在请我们姚代伟呢，哇，今天是主持啊，先看这个虾，哎呦。你看这个头尾，它虚都全部都剪掉，差刺到喉咙。它炒的刚刚好哎，哇，你家又秀啊！那樱花虾香味真的很浓。我要都是你的嘛。这位太太冷静一点。啊哦，我觉得太过分了，好秀。哦，真的是昏倒。冠军你哎，冠军，前面刚刚那个掌声呢？
怎么是房间吃的？我跟你讲，那个 Q 是米的 Q， 然后一粒一粒非常清楚，粒粒分明。碎的是那个虾米，炸的非常的酥，哦耶，酥酥脆脆。然后那个炒饭炒的刚刚好，就是因为炒饭一定要够油，对，太炒湿了不行，炒太干也不好。对，这个是要粒粒皆清楚，对对对，对，好不好？啊，同志们开动了。叫你妈干嘛？叫你妈来吃啊！妈，好吗？哦，脚软了啦。哦，越吃越饿，怎么会这样，飞哥？我真的这一辈子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炒饭，真的。啊，你们慢慢享用啊。好。吃相要好看一点哈。我们来看我们这一对同学给我们带来的表演。这是一道需要特技料理的美味，这是一道会让人置身仙境的佳肴，跳动你所有感官的顶级料理，马上登场啦！海客教父500名声响当当，丁干五名虾，哎，干五村名。但是这500的名字由来竟然是，这个500的名到底是安怎了？没错，吴梦颖、吴欣颖这对孪生兄妹要表演的就是踢毽子。观众朋友们，您猜到了吗？一样哎，哇，好厉害！跳绳哦，更困难哦。啊，睡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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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耶耶！妹妹啊！哎呦，哇塞！小心牙齿啊！对啊，小心你哥的鼻子啊！他们二位这个表演哈，商业性的表情比较少，大家大哥哥姐姐给一点建议，对不对？其实就是妹妹可以在一个笑脸，就是其实她笑很可爱，对，然后再笑一点就那个，然后哥哥就不要戴这个眼镜，不能戴这个眼镜，因为太危险了。对对，你带来看我这一副，你是近视嘛？对，对我也近视，哎，我觉得还可以。哎呦，四个面罩。哎，感觉好很多。度数是不是一样？度数？哎，还刚好呢。又变年轻了。你也有闪光吗？你看，绝了嘞！哎，可是哇，可见我这个医师没有配对过，这个更清楚。清楚哦。表演的很好，非常谢谢，掌声给他们鼓励。还有这一道菜。火山牛，哎呦，哇塞！顾名思义，这个就是一道非常了不起的菜，是由风尚中华料理啊，哎，来给我们提供。
这是一道会喷火的料理，这是一道耍特技的料理，这更是一道满足视觉和味觉的奇妙料理。火山牛，挑动你所有感官的独特料理。我们请参加表演的同学涂家伟，欢迎。独乐乐真的不如众乐乐吗？但是黄品源却出狠招下猛药，不让众人与他分享美食。超级创作天王500写歌谱曲功力堪称一绝，但是即使金曲歌王也难逃遭人退歌的窘境。浪人情歌是你的吗？嗯，被退稿，被退稿啊！要安怎对你讲出心内话？这条歌本来要写陈雷嘛？哈？结果陈雷就搁啊退稿，退稿哦，要休息囡仔咧。哎呦，没关系，林北中午就刚把改修改起，事实上还比较红嘞。对啊。表演的同学涂家伟，欢迎。请这样，就用眼睛的视觉先猜一轮，来，我先。好，第一印象，请问一下，现在是在五条通哪一家日式酒店？所以你的答案是艺妓吗？对啊，那个五条通是日式酒店，很像，他怎么穿这样子啊？你说的是表演艺妓是吧？对不对？不对。哦，干拉奈哦。现在给他们给他们一点暗示，给你们一点提示。好，这个呢，身高不能够太高啊。身高不能高是一种肢体表演。我是唯一的还没有吃饭，所以我再猜一次。没猜到，还没猜到，还没猜到啊！你是一个 acrobat。中文怎么讲？体操选手，体操，很接近，很接近，很接近，差不多吧？不是，不是，不是，可以，譬如说，因为他看起来柔软度很好，他可以譬如说下腰或者是弯腰吗？用手摸到地板就好，对，可以摸到吗？摸得到地板吗？哎呦，柔软度很好，真的够柔软，一般体操选手也能够摸得到。你是不是那个变我式的小姐就嗨的就让古宫？哦。这个奖品是没有菜。福利社叫一个便当，杨成伟坐在那边，坐着好不好？稍微坐着别动，这一道菜啊。就噱头十足了，大师傅要到你面前的料理，师傅请了，来，请上菜，火山牛。什么叫火山牛呢？哇，好多料，哇，看起来好多料，在铁板上面呢，好多烟呢，在铁板上面哦，有口福喽，哦，哇，好香啊！今天我们这个哇，好，我们师傅来了，哇，热腾腾的。到这边就好，这边就好，再过来一点，再过来一点。好，小心哈，小心小心。请师傅表演。哦，看好看好看好，什么意思？香。哎呦！哎呦！哦！好香啊！这个主厨就是因为这样头发才没有的，掌声给他鼓励。来，杨成伟，好香啊！没想到杨成伟真的是。我先要感谢大家，让我这一次这一次吃一点东西。哇，那个牛肉你看看，因为你每一次帮我，对呀，我刚刚都在帮你一直在翻译，一直替我翻译，所以我啊不行。节目有节目的规矩，知道自己笨的没办法，一定要独享。飞哥说，对，牛肉的味道怎么样？喷一些，喷一些，牛肉的味道。哦，看起来好嫩哦。受不了啊，受不了，太香了，是一种折磨。对呀，不像肉，像什么 ？Candy， 像糖。我来翻译一下，对，啊，那个糖是觉得是像软糖那种感觉，不是它这样子，它不是我要吃，对不起，这样子有位置，这样子有位置嘛，那我们更要试，对呀，杨成伟，怎么
么味道？是不是？飞哥怎样？像什么？怎样？很熟悉的味道，哎，像糖吗？不。吃不出来，它到底是鱼类还是肉类？那我们要试试。来，评评，试一下，试一下。奇怪，你看起来怎么一点也不好吃呀？我觉得吃粽子一样的。哎呀，这个打的呀！哦，好过分哦！哎呦，还看心，还真没办法吃。到底像什么？马？怎样？像什么？好像三个胡子哦，这样子。不是美食的那种，哎，吃一碗牛肉，嗯，好像卡北顺。这种人，你给他吃好的干什么？莫名不重量不重食哎，我给他看表演的。哦，究竟是做了什么动作把大家吓成这样，把自己折来折去像折纸一样的软骨功，别错过喽。要很大哎，这个平衡感要多好！太厉害了！怎么可能？你看他这种哇，软软的那种进入，我刚刚以为是说什么，真的是塞在箱子里，不是？哎呀，不是，这个非常苦哎，练这个。就是以前是复兴剧校，然后他以前会招生，因为很多家长不愿意把我们送去，因为很累。那那么辛苦，你没有想到过要稍微放弃吗？稍微放弃，大家都有啊。以前大家会在寝室里面，然后大家抱着一起哭。哎呦，大家都一样意思。可是大家想说熬过来就是你自己。我天爱我，哎呦，这个孩子吃苦耐劳，真的真的。飞哥，我还有一个恐怖的动作，做给你看。就是可以用脚做一个很奇特的动作的。对。好啊。来，
哎，就现在，就表演了。每次看他是不敢看，我都不懂。飞哥，我每次看这个头都会痛，真的。因为我在想象我自己被搬成那样子，我就这样全身都在痛这样。吴家伟小姐，吴家伟，哦，现在还在念书嘞，有男朋友了吧？没有。什么样的男生你才会跟他交往？哎，他要用什么方法的？温柔体贴，嗯，他要不要需要一点，就是是不是要跟你硬底子的功夫，要跟你一起练刀枪剑棍之类的，要像个飞哥一样风趣。好。哎呦，我要会就对了，拉一下，拉一下，哎呦，非常好啊！掌声给我们涂家伟鼓励。综艺大哥大。Part 4他的创作实力无人不知，他的舞台魅力无人不晓。台客教父伍佰横扫国台语唱片市场的金曲歌王，今天要在节目中刺激您的中枢神经。Yeah!
学们请坐。哇，刚刚听到伍佰在现场的表演，真的不愧是金曲奖的歌王。他过去是从这个 pop 里面唱出来，哎，可以说是从基层啊，真正是有那个舞台经验。哦哟，所以他今天的成就不是偶然。哎，但是我们一定要想一想看，为什么他的名字会叫伍佰？哦，你不了解他，你可以站在这边访问他吗？啊，说的也是啊，对对对，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你怎样？啊，当然嘛，怎样？根据我的调查了哈，伍佰大哥他是经过这个 pop 的洗礼之后，他接到的第一个工作，刚好的费用是500块钱。哎呦啊！所以就取名为伍佰。我看他没什么表情。我们看不见的，不是啊？那种唔对啊。哎，那品源就了解他，他有送过水的。我跟你讲，要讲正确的。据我对伍佰的了解，哎，他当初来台北打拼的时候，哎，身上只有500块。哎，这个了解。但是搞不清楚的人以为你们两个说的是真的。你理解老大你们到底是安哪来？大学里到底？某科啊，小学啊，啊，五科啊，五科科那考试啊，哦，一科100啊。紧张大会了，5科考500。难得来我们节目里面，我们应该要做一道菜哦。请伍佰来吃一吃。哦，对对对对对。但是一般人不了解，其实伍佰其实他有的时候他有痛风的这个隐疾嘛，哦，对不对？所以有些东西他不能吃。哎，对哦，你不能搞一些大螃蟹什么东西给他吃，哇，这个就完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做了几个东西，就是没有普林的东西。哦，对对对，零胆固醇的东西。零胆固醇，这个才能代表我们节目的诚意。哎，没错。你看我们这个阿宝师傅准备开始了。哎，是谁说补充胶质一定要吃油腻腻的猪脚？对于怕胖又爱美的人来说，这道红烧海参绝对是最佳的养生美容圣品哦。您可能吃过很多鸟肉，但是鸵鸟肉是什么味道你一定不知道吧？汁多味美，柔嫩爽口，是爱吃肉又怕胆固醇的你不得不尝试的诱人美味哦。你觉得海参味道怎么样？不错。哎，受不了了！哎，用鬼话！哦，还 OK？ 还 OK？ 还有还有一个筷子。你那是人家在煮面的那个筷子啊！受不了，我发抖腰，发抖腰，受不了了，肚子饿了。啊！我第一次在那个电视台里面吃到。那个节目制作的食物，还蛮好吃。哎，既然这样，鸵鸟肉应该尝一下。我跟你讲，它那个肉质之嫩啊，有没有？哦。不用怕，不用怕。Let's go. Ladies and gentlemen.Now, Mr. 500, we'll eat the bird meat. Yeah. 小红，我那个特技，哎，像豆腐一样的，哎呦，哎，怕各位，大家吃吃看嘛。来来来来来来，我们 China Blue 嘛，对不对？对对对对。China Blue， 对他们也是有一个胃在肚子里面。对，等了那么久也饿了。哎呀，来来试试看，试试看。有没有白饭？哎，真的有哎！啊，真的有，真的有哎！来来来，北奔卡卡丘卡。哇，你看，把这个地方当成自己的家了啊！加北奔配鸵鸟肉，哇，一定很难忘。飞哥，哦，都是伍佰喜欢吃的呢哦。笑了，我在家里面什么时候对我的家人有这样子过？哎呦，真的蛮好吃。我是你这样好像如果吃完了会不会唱不出来？有可能，对啦，只是两口而已，好像要去当兵的样子。真的阿言啦，真的，我爸起码要吃一口白饭跟一块肉。哦。别的节目看不到的，真的。哎呦，感动！哎呦，哎，
再来一碗的。哎呦，还够久吗？没拍架，今天没拍架。但是我们主持人是再受不了也要忍住，对不对？对对，因为还有好听的歌啊。哎，你们做单位那个肉要留下来啊。其实洪都拉斯是你很忠实的信徒啊。哎，对对对。那今天既然你碰到这个，对不对？偶像，偶像，偶像的话。听说你常常喜欢唱他那个《浪人情歌》，哎，对，那也要看看伍佰大哥愿不愿意啊。哎，你在我这首能不能就是说可能看看他哪边需要可以调一调的，应该是真嘴说的，阿练几级的，阿练几级的，那你是真的要唱上这首歌吗？哎，对对对，我已经替你争取到这个机会，人因梦想而伟大。既然你的机会来了，你就是说好好表现，好好好，来来麦克麦克秀麦克秀牙齿。好 ，F OK， F OK， F。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让时间悄悄地飞逝，抹去我俩的回忆。对于你的名字，从今不会再提起，不愿让悲伤将我心伤。哇，没道理，对呀，是你懂了，已经弹不下去了。你弹错了吗？什么人弹错了？啊，是我唱不对哟。听不下去了。基本上，我认为当一个主持人要唱歌，不是每一个人都很厉害的。是声音太尖了，不好听。那再降半个 key， A B C D， 一降一好不好？哎呦，还会算的，刚刚是什么？刚刚 F 嘛，应该唱高一点比较好。哎呦，好，好，哎，搞不好还比较好。好，副歌。按你听有啊哈。我听有。好，可惜。再高一个 key 比较好一点。对，再高一点。好，应该再高一点点。嗨！整个破掉！哎呦，不是，哎，真的唱第几块的了？还要再唱一个 key 吗？再唱一个 key。不，这次这个伍佰的新的歌啊，好像有不同的那种抒情风格出现。啊，对，有一首歌很像《浪人情歌》的。哎呦，这次出的这个都是抒情歌了。啊，对，都有，都有，也是都有了，都有，也有。那还是要多听一点伍佰给我们带来的歌曲，特别是新歌。这首歌是歌名叫什么？不过是爱上你，不过是爱上你。哎，听看麦好不好？来，我先过来一个哦。就是这么沉重，以为他像轻飘飘的解脱，旋转木马情节的小说，总在华丽的瞬间冲破。
看到情就是那么迷惑，以为他像你纤细的指头，划破了我冰晰的眼眸，怎会变成我需要去挣脱？不过是爱上你，不过想在一起，在一起不分离，猛烈的冲撞就封住了心窝。你不是纯粹那么动真，是他安排的人，我现在一直对自己这样否认，绝对我不能当作没发生，是谁在暗地里说。真的很好听这首歌，哎，听说还有一首歌要给我们一个 surprise， 哎呦，真的哦 ，surprise， 哎，对，为什么鼓手这么热、啊？怎么开心？为什么这么热呢？他一定是有名堂在后面，一定非常精彩啊！而且伍佰很少说什么来一个上一个综艺节目，说中间要求要下去换衣服、啊。哎呦，对，下一首歌是我们的新歌，然后我想邀请三位跟我一起。啊、真的吗？对，真的有可能吗？可以。哦，可以啊、哦。那你马上指挥，我们就会吗？会。哦哟，阿力，好。但是我要去换衣服。啊、先换一下衣服，来，掌声鼓励一下啊。好。哎，衣服换好了。哎，来，掌声再欢迎呢。耶！哦，哎呦，黑手党的。哎呦，黑手党哎。哦。哎，很少看伍佰他们穿这样的，蛮帅的。哎，我穿这样是因为要教你们跳舞啊！哎，不得了了，对，教我们跳舞，伍佰舞蹈研究社，这么厉害，我们有办法吗？下一首歌一起跳，然后我们一个一个来，好不好？先教一下，我们让洪都拉斯先来哈，比较笨呢，来哈。我的花朵，插在我心窝。哦，你是我的花朵，我要保护你，一路走畅通。哎呦，哦，你学会了没有？应该差不多，差不多吗 ？OK。哎呦，那请品源啊，品源，来，好，小猪不要跑哈，一起啊。是我的花朵，我要拥有你，插在我心窝。哦，你是我的花朵，我要保护你，一路都畅通。哦，是啊，简单扼要。对，飞哥，我看到就记住的啊，不要呀，这里我都会两次就 OK 了嘛。OK， 小猪不要走，不要走，不要走。你是我的花朵，我要拥有你，插在我心窝。哦，你是我的花朵，我要保护你。再一次哈 ，one two three four。哦，你是我的花朵，就算你身边很多小石头。哦，你是我的花朵，我要爱着你，不眠也不休。吴老师，哦，带动唱，麻烦换一下，你给你验收一下，我们三个人。对。那你要帮忙唱吗？对，你看一下我们啊，歌词已经都会了吧？歌词啊，好，你答应我们就跳了。One two three four， 哦，你是我的花朵，我要拥有你，插在我心窝。哦，你是我的花朵，我要保护你，一路再次 one two three four。你是我的花朵，就算你身边很多小石头。你是我的花朵，我要爱着你，不眠也不休。哎呦，哎呦，
OK OK， 那我们现在开始唱，开始唱副歌的时候，哦，就一起做，一到副歌我们就进来这样子。哦，我们这三朵花舞蹈团绝对不会三朵，来得及啊，来得及，来得及哦，来，总共副歌三次哈，三次哈。这个舞蹈编的简单，而且很好玩，很有趣，很简单。再来副歌，再玩一下。点破锅巴。今天真的很高兴，哎呦，锅巴在我们节目带来这么多非常有趣的啊，而且很好听的歌曲。对，好，希望我们这张唱片啊，观众朋友要多关注。没错，好，好不好？掌声给我们伍佰鼓励一下，谢谢。